姐姐用那个童言模仿一首啊，我为爷爷打月饼，今天是8月15，在这里祝愿房间的宝贝们节日快乐，用自己声音模仿啊，别忘给姐姐转发点赞，喜欢就再走吧。8月15婴儿命啊，爷爷为我打月饼啊，月饼宝贝们，爷爷是个老红军啊，爷爷带我去游击啊，我为爷爷唱歌谣谣，一片月饼一片心啊！我的妈呀！转发呀，兄弟们！一段打月饼。